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丁爸日常。那大家看一下哈，我们已经把巴尔不小心的剁掉了哈。那主要是这一段我没有录到啦，对，所以很抱歉，我们已经29集了哈，对，没有录到啊，我自己也很懊恼，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好，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先把等级至少要练到30级哈，所以今天的任务主要就是练功。对，可能跑一下要塞吧，对，跑个几趟应该就可以了。那这个地方就威胁区域也已经开启了啦，那其实刚刚有跑去玩了一下，其实还不错齁，就是等级至少都30几级开始，30几级的怪这样子。那经验值也相对还不错这样。只是说因为要跑地图啦，就是我比较懒惰一点，所以我们就还是一样主打要塞这样，大概是这样子。那应该会把等级提升到30以后，然后再去噩梦啦，那就这样子咯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按到呢，然后就浪费了一个好好的素材。真的是太可惜了。而且我打王座前其实死蛮多次的，主要是其中有一波是电强化，所以打起来很吃力。没有录到就真的有点可惜。啊，我也不想再打过了啦，那真的不好打欸，他们撑了很久，然后都打带跑的，飞来飞去的。我这个懒散的个性齁，不太适合再去打那种高难度的东西啊。所以大家就多见谅啦。就是这样。其实也很快的哦，应该一两趟随便绕一下。哎呦，全部躲在这干嘛嘞？走，下楼去。好不好？这一趟就升级了嘞。哎呦，每次都会给他很顺手的点下去啊！咋？啊，差一点把米山害死了。追过，追过。
下应该就是三十级就直接到噩梦去好了。那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，就是把那个洞窟的任务解掉。那我们就用那个任务的那个任务的奖励呢，来去做技能重置的动作，这样。蛮快的。话说那个威胁区啊，只有影响到怪物本身哦，然后就是像宝箱啊，就是建筑，应该说地面的一些道具，宝箱啊，然后罐子啊之类的，就等级就一样是维持原来的等级哦。应该部分的伙伴们是已经知道了，然后只是我再念一下这样子，让比较不清楚的伙伴可以注意一下。等等，哟，这么快啊！我现在下到这里，下来到王座都会有一种阴影啊，真的是太久没玩啦。来来来，哎呦，浪费了。再来，越多越好，升级都要靠你们呢。哟，谢谢。哎呦，没用。谢谢，谢谢。客气呀。来来来，还有没有乖？哎呦，
恭喜，恭喜之极。好了，目标达成，我们等一下去做噩梦。好，走吧。好，我们到噩梦咯，难度噩梦。哎呦，好啦，那接着又是另一波的破荒啦，继续走，试试看看。走走，果然差很多。应该还行。哦，谢谢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死了。姐妹会欢迎你。
都买都买，然后出发。别的洞窟。可惜呀、啊。晚一点啊，有位朋友说要提供一些简单的装备给我，嗯。到时候应该就会好打一些。可以省掉自己打符文的时间啊。哇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73，有点危险，摸到有可能会死。水晶剑，还有，哎。失火，这名字好像不太好哎。谢谢。冰寒强化。来点往生啊！啊，不要再复活了。最后一只，这个洞穴的邪恶力量已经消灭了。看看。好，可以。你进化了。新的技能点。
幸会。好了，那时间差不多了哈。今天呢，主要就是跟大家承认错误的哈，就是普通的巴尔没有拍到这样。好啦，虽然普通的巴尔而已啦哈，也没什么。那还是すみません咯。那等一下呢，可能琢磨一下要怎么走，然后就是技能的点法这样。那下回再跟大家分享咯。好，那喜欢我的话呢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